初心在哪里？在每一寸需要养分的中华好土里，在每一片点亮希望的绚烂星光下，在每一条雪中送炭的泥泞道路上，在每一次和人民的抵足深谈中，在每一张向往幸福的笑脸中，他带着初心和人民想在一起，干在一起，人民跟随着他迈进新时代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心而行。